主料辣椒500克，辅料盐20克，糖20克，生抽一匙，料酒、芝麻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辣椒洗净晾干，把小米辣现浇放搅拌机，大蒜拍好，切末从搅拌机取出，剩大碗里加糖、盐、酒、生抽、芝麻油搅拌均匀，放微波炉转3分钟，晾凉就可装瓶密封了。食用时用干净小勺挖取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